干耗什么去吧？哎，你看，这玩意儿关键是一客人没用啊，这玩意儿你说干耗什么去吧？哎，好了，哎，这边儿，这边儿，哎呦呦呦，您这是？哎，你好，您好，您好，这不孙磊老吗？哎呦呦，您好，辛苦辛苦，哎呦，您这好，别忘我的衣服，我就想想，不忘衣服。哟，来，你怎么了？哎呦，疯了！哎呦，这都是大熟人，这位，哎呦，杨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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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骨头这跑不了，杨老是我的英雄，我还不老好了。请坐，请坐。所以衣服怎么着？来来来，所有衣服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呀。装修的很有情调啊！拿当然，到这儿之后咱们到家一样啊，到家一样。没事，谢谢，行坐，先坐，都先坐。好嘞，好嘞，好嘞，辛苦。这个冬天还行。 说什么呢？这冬天哪儿行啊？是说雷总的发型？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感受真不一样。几天没见他长头发了。那天我正好翻照片的时候，我翻到原来有。这个各位老师，这个各位老师，请点单啊！这个我们这儿这个品种非常全面啊，我们这儿有这个青岛、福佳、爱丁格啊。 我们有这个奇力百威价值博啊，我们有这个芝华士麦卡伦，反正你要什么跟我说就得啊。我还真想喝啤酒。您看，我特想二锅头有吗？那你喝吧，我先喝杯咖啡。大晚上喝咖啡，你看人家是享受生活的人，那我自能自己挑酒去吗？来杯啤酒，来杯啤酒，就来这个吧，爱丁哥。这边都是黑啤，有白啤。 你给我来个白啤，好，白啤也有，黑啤也有啊。不是，新鲜老师，您那个您喝点什么？那个咖啡，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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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你这儿有 Mocha 没有？有，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这个叫高迪瓦的巧克力酱啊，这美着呢。高迪瓦，这瞬间就 low 了。高迪瓦，高迪瓦。东哥其实是喝白的，是吧？ 你不，我要说不喝，你不可能把我拦下。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说平时是喝白的。啊，对，我东哥是有原则的人，那咱们就拉。那我只能拉。好吧，因为王老师前两天刚刚也是突破了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解说了超级杯？对对对，确实。什么感觉？ 屋有点小，我俩在配音间里说的，别人就是小配音间嘛，对，那种只能装下我们俩第三个人不太能挤得进来的。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在录制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什么情况？这是什么？这徐强不是你录的吗？啊，是你录的吧？是我录的。这是你声吧？不是，雷哥，那是导演让我。哎，徐强犯规。哎，不是，不能是，就是等会儿，你们打算过来吃霸王餐来？ 你们这个，我也算是怎么着？不是我现在没弄明白是说，什么都不能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指导老师哥，一律带有后缀的尊称，一概没有。比如说苏东老师，哎哎哎哎，哦，孙雷犯规。我知道，我学会了，学精了。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能私下去报复的，就比如我没叫，不是，能先把酒，能先把酒给我。我现在算想明白了，我就众位列位在席位啊，酒来了，我是趁着工作机会喝杯酒不容易，虽然不知道像是请客。咱们今天呢，主要呢是要聊一聊这个，因为刚刚过了冬歇和冬训嘛，马上就要开始中超的新赛季了，咱先说一下这个冬歇吧，好吧？说一下冬歇都是怎么过的，怎么享受生活的？先问一下二位。 歇能歇多长时间？冬歇，那也得歇个，就光休假的话，得歇一个半月吧，差不多。一个半月吧，也不能一直在那玩。11月份、12月份，其实我觉得你不能按照日子来算，你得按就是它这中间的活动和活动的密集度。
我指的这个活动不是集体活动，家庭活动。哎，就看有看有没有家。这二位家庭活动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我就很简单了，基本上我这东西，结婚前是一样，结婚后是一样，只分两种。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前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嘛，就是。女朋友呢？女朋友那个阶段先挑过，先挑过。对，因为在那个阶段，家庭生活，我靠，你老往前挖。不是，主要这个女朋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很年轻嘛，很有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是会有这个区别。这算放了个大量。它会有区别。哎呦，什么呀？而且还有叶树叶，摩卡，摩卡，这个叫郁金香。对，对，宝爷，好浪漫的一个名字。我是这个吗？您先喝点茶。您这都退了役了，你还装什么？您不给我调点那个？我就不是，我就问你，单身的时候你去哪儿玩？没错，没错是哪儿？没错。对啊，单身的时候肯定喜欢玩，但是当时去哪儿？去哪儿玩？当时确实。你就要香港澳门嘛，因为刚开始那会儿我年轻那会儿在等于像内地刚开放，所以说办什么签证啊大家都喜欢去那边玩，所以说大部分球员基本上都能出现在香港澳门。我这职业球员是特别紧张，就是我们觉得说你这打完了你这个这几个月你还不疯玩，没人敢，就是没人敢。我不信，我不信。国内还好啊，您当时应该是在 ESPN 嘛，应该啊。那会儿国外球员我觉得相对比咱们国内还是要职业，稍微职业一点业啊。你像国内球员在那个时候放羊就是放羊，对，只要是放假，只要是假期。你们不是你们那难道没有说担心？比如说我今年打完以后，下年可能就打不上了，或者我的主力位置没了，你没有这个担心？没有这个担心，因为他这是有很长的一个准备期的时间，他11月份完了以后，12月份回来有3个月的准备期。对，三个月准备期基本上能把这身体调整的一个相对来讲好。对，好，对，因为咱们的准备期要比人家欧洲准备期长很多，所以就那一个月要放羊，真就是放羊了。所以会变胖吗？都怎么放啊？就是冬天放不了羊，冬天放不了羊，要不然就上山头放羊去了。然后就他玩的多，谁玩的多？我讲哪个？别含着了，怎么放羊？基本上就是朋友之间说出去玩，那是只能说是像新哥那种那个犯规。这真是，哎呀，我别别别，我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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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俩都裁判当的真好。对。哎呀，其实现在好多，现在球员还是好多。从各方面来讲有生活的，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在这个东西包括这个就联赛结束之后会带家人呢、或者是自己找一个风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去这个真正的放松身心。像当时在2000年开始那会儿，大家可能球员是刚开始有钱，就国内刚开始职业联赛嘛，对，刚开始有钱，就是从这个底层到上层是有一个这个阶段，有个这个过程的，所以说会出现什么呢？吃喝玩乐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消遣一种方式，喝酒啊，就是说什么去夜店啊，什么这些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消遣。总觉得得发泄一下，没错。联赛期不让干的事儿，那个时候，但是我没能想到的事儿啊，联赛期不让干，但是我没能想到的事儿，都在那会儿干。你想到什么了？你猜我想到什么？你想什么？我没想到的。对，他们这种是属于，对，我现在能理解，就是球员叫做一种，他叫做一种发泄性的，哎，放松。对，因为那会儿是什么？那会儿是，你像我跟欣欣那会儿，我跟欣欣那会儿是什么呀？别挑事儿啊！那会儿属于相对来讲特别封闭，就是不像现在这种走军化就已经很普遍了。那会儿是基本上属于那种年轻队员或者说小队员必须得每天要集中在一起住在一起那种，天天就你对着我对着你，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啊，那真是撒欢了，就是撒欢了，就是。对，当时我们说什么足协的管理人啊，比赛的这个程序啊等等，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当时不在国内啊，还有什么南北分区之类的，是那个图片啊，就是那图片上说的，那就是这是哎，这好美啊，哪是这是哪儿啊？导演这是哪儿啊？导演说是海埂，海埂。所以大家你们都是在这儿冬训是吗？
海哥，你们印象当中有这么美的地儿吗？对呀、啊，我好幸福呀！屁了，这不是这意思，肯定是给屁了。我也去过，我海水哪有这么清的时候啊？这这是这儿，这还是后来改的了。您去海港那会儿是这个吗？说实话，我脑子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觉得好像给我的这图片可能是 P 了一下。啊？嗯，我的 P 厉害。那，因为当时那情况绝对没有这么豪华，那是场地还是一地炉灰渣子。对，炉灰渣子，炉灰渣子，就是那个煤渣子。他那跑道，那个现在那边那高尔夫球场以前是个带跑道的，所有队早起都要出那个是高尔夫球场啊。啊，对，那是高尔夫球场。我去了没有？我可能去的时候是2006、2007。之后那好多了，那时候已经挺晚了。那时候去的时候12分不是起点，1万米不是终点，天天那大牌子就搁那儿嘛。对，天还没亮就喊了。对，天没亮。一二，完大家就给人跑圈，一人跑25圈。因为那时候有12分钟跑合适吗？25圈就是1万米，每天早上要跑1万米。每天都要，所有东西几点起？这是起步价，就你一天这个日程，你告诉我。6点半起床啊，不是6点，基本起床6点半出来开始跑，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回忆跑1个多小时，8点左右差不多8点半之前吃早餐，然后上午吃完早餐回去歇会儿，10点多吃早饭之前就跑，啊对啊，而且还是安排是硬性规定，他不是说自己掌握那种，是冬训办硬性规定必须得跑，不是所谓这个冬训办统一练，这是个什么背景？当时确实就是组织冬训啊，就是冬训办，然后足协来组织这个事儿啊。要平时就是没有冬训这个东西，对，就没有冬训这个东西。团几个人，这个人可能是财务处的，那个人是办公室的，然后你们负责一下明年的冬训，然后就叫一个冬训办。对对对，就这意思。然后这冬训办呢，就开始给各个地方发各种各样的什么信件啊、公函啊，大家去那儿去训练，然后他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年龄受限啊。我年龄受限，我一直看着不敢叫，就是因为这规则。我苏东的年龄要大得多，没犯规，别这样，不好，我都脸红了。我觉得是因为都到了，应该先来意思意思，碰一下。来，虽然只有俩人喝酒，仨人，对，我这是咖啡。争取一会儿把话筒加进来。我苏老师别坑我，哈哈，文化吗？犯规。这是送分题，这是送分题。我没有，我特想问的是，从一开始训练到结束，到底有多少天？这好像还真没有个什么固定的一个时间，大概是50天吧，差不多四五十天。而且海埂那个地方我之前去过，它是在就是在城市之外嘛，城市之外的一片地方，也没机会进城吧？其实这冷笑是几个意思？其实能说，其实这种感受有黑车是吧？有黑车。所以言外之意是去城里嗨吗？不是，就是我因为正常生活嘛，那太偏了。大姐，我这个犯规犯的，这是一道送分题。我就想鄙视你，你天天上午跑一个1万，下午有一个，所以我就想问你，因为一共你还出去嗨，就是关键是一共就50天左右嘛。然后浩哥说一共就50天左右，其实最痛苦的就是这个，您说的那个事儿，出去的这个没有车，最痛苦的是没有车，不是黑车吗？对呀，车黑车非常少啊。主要是晚上那个出去的人数有点众多，黑车经常是不够用了，经常是。我正打电话说在黑车在哪儿呢？哎呀，我兄弟我已经在厂里了，已经。啊，都是这种情况。已经在厂，已经接了一波人，已经麻的都不行了。他黑车当时是每年最开心的，是我们去。我那个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现在基本上这种冬训啊，我觉得你比如说像欧洲那些大牌球星，他这个冬训是专门有人盯着你的。他这个盯着不是说你今天跑个1万米，你今天就他得告诉你，今天我测出来你的，比如说你的血色素，对对，或者你的这个肌肉量啊等等，他完了以后他说你在多长时间内你得吃多少东西，他非常非常的科学，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二位是不是现在就是觉得现在的条件太好了？那个时候一大堆男孩子去城里干嘛呀？去城里干嘛？
多漂亮啊！是不是就有点像那种单身狗的看一条狗的眉清目秀的感觉？没有，头十天还可以，头十天还可以，但是头四十天呢？就这种长时间在一起，到基本上是到15到20天之后，20天之后吧，可能整个人的情绪就不太好。哦，因为跟蹲监狱没什么区别，当时。所以在那个年龄的孩子感觉跟蹲监狱是没有区别的。我怎么想到了捡香皂事件？有吗？捡过吗？捡香皂。那个年代已经没有大家在一块洗澡这个概念，还是都分开。在这个海埂基地唯一的异性就是女服务员。女服务员大妈。啊，大妈呀。大妈是收拾草坪的是吧？不是，那个食堂什么都有啊。那个食堂的，然后每天有那么就是跟那个看宿舍的，就跟那大学不是有一个看宿舍的吗？啊，完了也有那个就给打扫卫生。有其他队吗？女运动队？当地基地最早的时候啊，没有，后来有了，后来有什么其他运动队在这儿？对，只有女运动队。王指导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啊。没错没错。画蒙犯规。没事，画蒙想请客，这事好办。主要当时你们这太拼着了。我跟你们讲啊，哎，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深刻能理解这个关于这个欣欣说的这个服务员的这个问题，对吧？就我们这次我说，哦，不是，就是这个杨浩说的这个服务员，浩浩说的这个服务员的问题。他说什么了？就是这个母猪赛貂蝉啊。他没说。是万里也皆可，是吧？那时候没说呀。有没有那感觉？没有。他没说，但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你干嘛？这个抄家伙。突然我就听你们聊这个，我看你们聊的比较拘谨，我就突然想起一首歌来。哇。我先说，我不给钱啊。没有这个经费，不是你让我们听，你不给我们钱吗？不是，那我们凭什么听？我这助兴不是让你们多喝两杯吗？期待。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冬训的日子，我寂寞难耐，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也要努力做，努力去爱。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同学这个眼睛泛着泪花呀，多么悲哀。就这个你们不得啊，你们俺得说啊，你们这玩意儿，你们这玩意儿，导演给强子加个鸡腿儿，加鸡腿。哎呀，那是你说说到冬训，因为中超马上开始，我就想说第一场打比赛之前这人都是什么心态，就那会儿啊，没有说你真漂亮，没准你过去打他一巴掌，就你瞅啥，瞅你咋的，对，瞅你咋的，没准就干起来了。哎呀，我们二位能不能还原一下，就是你瞅啥，瞅你咋的。大哥，我错了。我觉得等那个铃声的反应真快。我是老听足业的前辈说，一提海埂就是大狼狗。那不也就一年，第二年肯定让人拖着打死了。什么？肯定让人拖着打死了。有他在，别人怎么出去？第二年半场加赛。对。而且现在这种冬训比以前要好得多了，不是说像以前那样了。现在都是去国外找一好地儿，有山有水，而且环境特别好的地儿。完了呢，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大家而且现在最主要冬训时间没有那么长了。像比如说你现在，你已经退役了，就是你回到以前的队里，他会接受你去让你训练吗？应该是，是我自己不好意思，因为队里还没直接拒绝过我，但是自己很难去想象这个东西，就是回到队里面会不会接受？对，我就我。新鲜出炉的自由身球员杨浩，不是，我先养伤。我这对你一直是冬歇期，不是冬训期。你还没进冬训呢，还没进冬训呢。有理想期吗？我偶尔会有这个想法，退下来之后，所以退下来有点像。踢个中甲什么的，应该。当时确实有合同，就是有合同找到我，想让我去踢。那当时就是一口气儿，有的队员呢，
这运动员这脑很直接的，有时候看半天很直接，就可能一口气憋在这儿了。我明明是踢中超的水平，你让我踢中甲，对对对对，啊，就很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咱们刚才啊，苏老师也是，啊，马上就他知道铃声要响。就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也踢比赛了，是吧？那咱就按比赛的规则来走，聊的差不多了，也该中场休息休息了。统计一下刚才咱们的这个犯规次数。要不就你吗？是我吗，导演？我来公布一下吧。你夺冠了，徐老板。好，好，这个同志们啊，中场休息啊，中卫列位在其位啊。我哪个酒店这是？不是，我以为是贴的条了。今天接受惩罚的是浩浩和萌萌，并列是吧？是不就是最后俩嘛。我险胜，我险胜。我们在这儿首先有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呢，浩浩你要听我说，听明白了吗？浩浩，你是不是叫我错了？心脏病都快犯了，好吧？反着说，比方说，浩浩，我问您今天吃屎了吗？吃了，哎，一教就会。第一个话题就这么脏啊！问您头一个问题，看你踢球的时候老摸头发，发型才是你心目中第一位的，对吧？是。原来在国安效力，你觉得谁是队里最帅的队员？我。问的挺快。第二呢？第二呢？管长吗？有没有和女粉丝单独约会？有，特别多。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他是不是？你说这话你不亏心？早有准备呀！啊，要说让我说的话，这个坑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剪辑的时候把那个规则剪掉。今天吃屎了吗？吃了。发型才是你心目中第一位的，对吧？是。在国安，谁是队里最帅的队员？我，老江湖、啊。现在算是中场休息吗？可以说那几个字吧。哎呀，苏老师，你别闹了，晚上伺候好了。而且刚才表情特丰富，有啊。好，下一题，大家都说你特别能跑。是不是每场都是瞎跑？是。哎，这是球迷让我托我问您的，提升一下逻辑关系。嗯，对。是不是每场都是瞎跑？对，是。好吧，来下一题。踢球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多伤，是不是感觉白踢了？不是。肯定不是，那也就是说，他觉得是白踢了。啊！我等我想一下，反是。我再问你一遍啊，踢了这么多年球，受了这么多次伤，是不是感觉白踢了？是感觉白踢了。最后一题，就我一人的呀，他的不是我把俩人全做了，是吧？最后一题，不在这么亮了。是不是觉得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您看您现在是。You settle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也就是说，在乙级球队里当球霸，你还是很开心的。这个问题怎么答？你知道吗？快问快答啊！快问快答啊！我干净利落脆。如果有一位女生追求你，你会同意跟她发展吗？同意。你觉得在座男嘉宾哪一位最帅？这就不是谁站起来谁帅。你最想嫁给在座的哪一位男嘉宾？你。好，今天结束。说好老师没说实话，玩死我。中场休息结束了，我们来开始下半场了，聊聊马上开始的这个新赛季吧。我觉得作为球员，就是会不会在你这个冬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
就有一根弦啪被紧绷了，说要马上就要新赛季开始了。其实这个新赛季马上开始之前的这个心情应该是期待会多一些，嗯，就特别期待，因为已经很久了嘛，从那个结束到第二年冬天将近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第二年的联赛。哪天开始，就是比如在比赛第一场比赛之前多少天开始会有这种感觉？很早就有，很早练到疲惫的时候就想比赛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刚才王继先也说到了，说自己啊在这个新赛季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就会很兴奋，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新赛季第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2014年中超联赛首轮，天津泰达主场迎战广州富力，开场第6分钟达维进球，富力客场领先，直到90分钟打满，天津泰达也未能扳平比分。此前天津泰达保持了连续10个赛季刚才你说进了没算记录，没进，富力第6分钟的时候进了一个球。对，这是什么进的？这是压哨，但是之前的几个赛季泰达首轮没有败过，然后就在压哨这个时候，太棒了，这是个头球，对，这是第二个头球。王欣欣进一个头球能吹一年啊，没错，不止一年了，7年了，这已经3年了。不过第一场真难打，对每个球队来讲，第一场比赛都是很难，对，越强的队越难啊，稍微靠后的球队还心态还倒好一些，为什么呀？没什么压力吗？靠后的人，你新赛季第一场比赛，你如果打不好。强队要打不好，没准一年你都顺不下来。那会儿在恒大的时候压力大，还是在国安的时候压力大？其实还是在恒大的时候压力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谁会给你压力？体现在俱乐部的要求啊。比如说就是要争冠军的呀。他会开会的时候特意说什么？那倒不会，还是正常的准备嘛，就是。但就是大家都能感受得到。能感受得到。欣欣重压之下一个头球嘛。当时唯一感觉这场比赛要是输了的话就是太遗憾了，意思就是说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没有进球挺可惜的，那我来一个吧。没错，就是随随便便的就来了一个，勉强，很勉强。我这王欣欣特点不太一样，就是咱们我觉得一直里脑中补的这些球员都应该是上场玩命，都应该是杨浩这个类型的，上去就是跑，就是跑。就是王欣欣要换个国籍在中国踢应该问题也不大。我俩那天去说超级杯，他那体校东里有数据，我们俩就过去看，说找了一场比赛，他是什么呀？就是从上场开始跑动路线都标出来，怎么跑的，然后通过颜色呢，把跑动的时速标出来，就是冲刺跑的颜色就越来越深。那场比赛王欣欣是替补出场，跑动颜色最深的呢是上场之后。我没听明白，就是等于我不被换上去吗？啊，换下去我跑动最高速的跑动就是我换上去的一刹那，然后就是慢跑，就是我那个妹子慢跑和走。可能王欣欣就是这个类型的球员，他不会说都是一直是高速跑冲刺吧？你让王欣欣那么踢球，他就不会踢球了，对，就是这样嘛。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每个人风格不一样，那这让你有肯定得要求你啊。要求你啊，就是有各种各样在你自己类型之外的要求进来。不是，其实中超的主教练呢基本都不瞎，就是中超这些主教练没有太瞎的，能瞎到让杨浩去当禁区里面，你给我传飞一些球去，给我进行突破，你给我赶紧给我进个球射门，应该就不会说这个太低级了。如果说谁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太低级了。这个是教练传达给球员的，有的时候球员比如说状态好的时候，我可能还会超常发挥，就比如说有的不属于我的位置，我可能还会在这有一些对，很正常。那会不会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今天状态真是不好，但是我就非得硬着头皮打？少，因为这种东西相对来讲，你既然是干这个活嘛，你礼拜日比赛的话，你肯定前两天你就要自己调自己的状态，就稍微比如说就是饮食注意啊，休息注意啊，所以基本上到比赛日的那天不会身体有太大的状况。每个球队啊，都有特别奇特的自己的个人机会，但他有一个共同的机会，远离伤病。对，尤其要让健康的球员远离伤病。对，假如说你受伤了，他没受伤，你们俩关系特别好，然后教练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他不会，可能不会明说啊，但是他有一种暗示，就是你在他养伤的时候不要去影响他。
就是阿里汉在咱们的时候也是这个，也是这样吧？他可能会去，但是永远不会跟你去沟通这个事儿。他不会就球员的伤病，包括有些什么样，他不永远不会沟通这个事。那私下呢？就私下也不会去问。私下也不会，就知道好了之后。他是待了几年之后才会去问了，但刚来的时候从来不会问这些事儿。就欧洲的足球有很多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对啊，特别有意思的这种小故事，这种什么受伤的踢球。换鞋，然后那个鞋带怎么系什么扣，哪只脚先上草皮，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杨浩有没有这样自己的小癖好？不，这个确实有，因为包括队里也有这种东西，比如说去打客场了，今天住在这个酒店输了，明天肯定不会再住在这酒店了。如果这今天在这个酒店住这酒店赢了，下一年肯定还会选择这个酒店。还有一个事儿是不能上车，比赛之前车上不能有女性。对，为什么？这好像不是歧视，这跟歧视没有关系。这好像是欧洲好多地方都有，都是这样，都有。在你们的这个印象里面，就是自己的队友有没有谁就是比较有这自己的小癖好，大家都知道的？有吧？谁事儿最多？谁？对，就是他不好意思说谁事儿最多。事儿多的那你好，一会儿。啊，这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好，就不知道信哪个。开玩笑，开玩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王欣欣从进场到现在一直在玩那个手串，所以这个会不会跟你这个平时上场的习惯有关系呢？跟上场没什么关系，那因为我的个性来讲是比较害羞，我手里面拿点东西，好像是做一种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那种啊，我就是不停的转点什么东西，可能我会。能张开嘴上场之前会转一下吗？那不会吗？不会、啊、上场之前反正我上场之前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要跟我讲话了，我不希望听到太多的声音去干扰去跟我说话了，我需要特别安静的一个状况，我自己来准备这个比赛前的一个时间嘛。这也算是一种习惯吧，习惯对对对。有的人就话痨，对啊，就是有很多就是比赛前必须得喊着大家，就是你站起来，你坐下，你站起来，你坐下，对，这有点讨厌了。王俊斌就得弄着串儿，老汉，这你妈这个玩意儿太大落后了，你妈我得上场了。你这杜撰的是谁的形象？其实我有一个问题，那在球场上有没有不虚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心里特有底气，就是说，哎，我这个状态就对，就我今天状态特好。这个，那你不能上场踢我，就是够呛我这，那还踢什么呀？好，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还真有这样人，是吧？真有吗？真有这样人，你就上了那球，哎呦，别给我，别给我，啊，别对对对，有，别把球传给我，对对，他会说吗？会说吗？不是你。他嘀咕，他自己心里也嘀咕。对，比如说就很简单的一个球，你在那儿，那球马上就应该传给你了。啪，一对眼睛刚要传给你，啪，你转身跑了。哦，有这样，对，我自己就是赶紧跑后面去。对，而有的时候这个踢球，我在比如说解说过程中能感觉出来，这个球员就是上场有一比赛，帮第一脚接球，哎，对，接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个动作做的对自己特别满意的时候，你那兴奋点唰就上来。啊，那个，然后瞬间你的脑就开了，而且这一场都会很顺。哎，但后卫就不一样，后卫有可能是两个大脚，两个毫无目的的一个，对，就大脚破坏，把那个劲儿要打出来，要不然一个大飞铲，一个头球，对，来解决这个，还是要气势，对，必须要气势，气势。杨浩呢？啊，杨浩呢？你觉得什么时候就感觉这个状态对？瞎跑是吧？先瞎跑吧。我先跑500米。就是昨天这个下午吧，我跟孙雷呢玩了一个就是小咖秀，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就一个人声音，一个人的表现，您可以看一看。您猜猜这是谁？播放。我操，这孙雷啊，好东西。你好，我全都为什么说话不同步？啊，就这意思是吧？对，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孙老师说，行了，继续。我请客，比如孙老师啊说那个，就是不同意，您在这，我请了，别问了。对一下词儿，对一下词儿，您说吧，对一下词儿。来，三二一，现在球在王欣欣脚下。把球传给了杨浩，杨浩从边路把球传起来，而王欣欣把球带回做。后面我不是你那个表情啊，呀，再来一次啊。
啊，你来倒水。开始。球现在在王欣欣的脚下，王欣欣把球传给梁浩，梁浩把球再传起来，王欣欣回做，然后一脚打门，球进了。宋老师，您看一下我们的作品。咱不能给镜头看，咱不能给镜头。球现在在王欣欣的脚下，王欣欣把球传给梁浩，梁浩把球再传起来，王欣欣回做，然后一脚打门，球进了。这个王浩蒙确实几乎无法接受。真的很难接受。这个周围列位在其位啊，这个大伙儿喝好喝好啊，广正喝了没见吃啊，这个虽然没卖多少酒，但是我们这个店呢快要打烊了啊，这个我就没有必要公布了吧，我相信啊，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突然她是认输了，所以说今天这个结账地啊，就是由这个咱们的萌萌啊，这个到这儿给我刷卡去啊，各位惨败啊，我大胜，好吧对，各种二维码啊，随便。好，行吧，那就谢谢花萌了，那就谢谢花萌啊，谢谢小姐，谢谢花萌，谢谢。行，我让花萌介绍，我让花萌介绍，到这儿介绍啊，这里边可以退了啊，别喝。哎呀，好，谢谢。是自己家还是朋友？自己家。